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DJI Mic Mini 所包含的物品及使用方法。 DJI Mic Mini 中包含发射器、接收器、充电盒等模块。接收器最多连接两个发射器，不同配置所含产品及配件略有差别，详见下图。配对，首次使用前请参考 DJI Mimo App 设置视频，将设备固件升至最新版本。套装中，接收器与发射器在出厂前已完成配对，若需要重新配对，可参考以下方法。方法一，若购买的是两发一收套装，设备从充电盒取出时自动开机并完成连接。方法二，长按发射器、接收器侧面电源按键两秒，开启设备。长按发射器配对按键两秒，系统状态指示灯蓝绿交替闪烁。然后长按接收器配对按键两秒，正面带数字的指示灯绿灯快闪，代表设备进入配对状态。配对成功后，指示灯均变为绿灯常亮。此时旋转接收器增益调节波轮可调节音量。短按发射器电源按键可开启或关闭降噪。降噪开启后，发射器的降噪指示灯与接收器正面带数字的指示灯黄灯常亮。双击接收器配对按键可切换声道为单声道或立体声。切换为立体声时，接收器状态指示灯青灯常亮。切换为单声道时，接收器状态指示灯绿灯常亮。在户外或有风的环境中，可以使用防风毛套降低风噪，提高收音质量。将防风毛套塑料底座卡口对准发射器顶部的安装孔后嵌入即可完成安装，需要拆下时用手指抵住塑料底座向上推。发射器可通过背夹和磁吸两种方式固定在衣服上。充电，若购买的是两发一收套装，将发射器和接收器放置于充电盒内即可同时开始充电。若充电盒电量不足时，可通过标配的 USB-C 充电线为充电盒充电。一发一收套装充电时，使用标配的双头充电线连接充电底座和接收器，然后将发射器放置于充电底座上，为发射器和接收器充电。发射器单品可通过标配的发射器充电底座和 USB-C 充电线充电。